就等海夜空 sky 海西蓝海北极星，晚安。哎，海星星，追星追星追星，我的那个 CP 来了，最可爱的 CP。嗨思源，奴才来报道，很白，谢谢。我昨天黑过一次，我今天绝对不会再变黑。我戴法箍好。今天也是熊熊。安妮，谢谢北极星的双安双鱼宝宝，好酷啊！双鱼宝宝哎，没中分就好。谢谢阿米的我来签到。昨天中分是因为帽子压着害我，害我的刘海太长。对，嗨王子狗狗雷猴，我的 CP， 对，我的最可爱的 CP。嗨李果，嗨 Kevin Ray。还跳亚马逊逊，狸猫喊喊还是熊喊？应该是只有姐姐戴这个的时候比较像狸猫，所以我是熊喊喊。对，谢谢何恩的鲜花，谢谢小白兔的双鱼宝宝，谢谢王鸡狗狗的双鱼宝宝。可是我一直看不到双鱼宝宝的那个小图，我觉得我的近视又加深了，好可爱哦。双鱼宝宝很可爱。嗨，游戏区的晚上好，我戴的是狸猫，到底为什么是狸猫啊？其实我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今天的刘海长得好像还蛮整齐的，平常都不会这么整齐。谢谢阿基亚的双鱼宝宝，晚安，欢迎正式，原来是小熊，对，是小熊。我觉得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要生病了。Hello， 国三的萱萱，高二的萱萱，我家熊妹妹涵涵吗？对，都是近亲啦，都是熊，熊的家族。涵涵带也是，哦，我讲过了。高三。我要，算了，玩不了这个。我还有，我只是过了五分钟而已。我还有一个小时二十五分钟要过，然后我就讲错话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谈论这个。沙雅声有点长大的感觉是吗？应该是，对。烟酒嗓，不堪回首，怎么不？因为一开始就尴尬起来。对，我在变身体，现在要变。我觉得灯好亮，突然发现不对，因为昨天开很亮的灯，害我眼睛好痛。嗨内内 ，Hello 鱼尾狮，还说都是对，对啊，这次不能官方逃避，我才刚开始哎。烟酒厂开始往烟酒厂迈进，一直以来好像都有在默默转变中。过一下会变姐姐的声音吗？不要，先不要。后面的熊拿着麦克笔，对呀、啊，介绍一下，这一只是娜娜前辈，冈田奈奈有听过吗？娜娜前辈拿过的笔，所以我们把它供奉起来，就这样拿着。是娜娜前辈碰过的，好香。不要，有听过吗？没有听过，那个建议去 YouTube 找一下。对，有吗？这个香。组团偷笔，那应该要跟那个，应该要先拿一支快没水的麦克笔给娜娜前辈写，然后这个没水，然后再给他一支，这样他就碰过两支。我这是计划通。
还有彩西前辈，对，我忘记把彩西前辈带去见娜娜前辈，那个 Yuna CP。我觉得好像变少了那个娃娃，啊，拿过的笔我也要收。我拿过的笔有很珍贵吗？应该没有很珍贵吧。可以压低声音喊一下 Adi。哎，我不太知道姐姐怎么喊 Adi。Adi， 哪一个？他怎么喊呢？嗨，特鲁讲。还好不像是吗？就是我喊 Adi 没有汗毛竖起来的感觉吗？拿过来可以变传家宝，可以了。拿过的笔上有回忆，对啊，就是不会再拿它来写了。有啊，很珍贵，你不要给我。可是我都把那个，就是我笔都用很久，我都就是换里面的那个芯。对，自从我换成。那个百乐的那个笔的时候，我就是常常每，就是也不是常，就是每次都把那个笔的水整个用完，是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？因为那时候因为我常常用不完水，然后我就那是用完的第一支，然后我就下定决心，我以后都要用这支笔，虽然它有一点贵。计划通，要对人家尊敬一点。好，要当传家宝币，不要。我是小男生，对，我也是小男生，这么可爱，当然是男孩子啊。好了没有？以前念书一两个礼拜就写完一只了。嗨，人平均一两个礼拜就写完一只。是为什么啊？可是我有一次写作文，然后我就是刚好我写作文前我有看那个笔的那个墨水，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盖回去，然后开始写，然后墨水上就烧完。嗨，剑客，呆鲁狗，今天没有呆鲁狗，好吧，算了，我今天不想再那么黑了。原来涵涵是男生，对呀，答对。男朋友的部分，杰心还在，那我们 CP 就是变成男女啊，不是，本来就是男女，好不好？这么可爱，一定是男孩子。我常常听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又来做涵涵的表情包，那个我就烂，你也烂，后面太多单曲哦，对啊。其实没有了，就要四张而已。我突然发现没有一单的，可是一单的我也有四片吧，因为姐姐两片，我两片，然后就是一片勇往的封面，一片樱花瓣的封面。可是这个有四片，姐姐开过了吗？你们要跟谁握手？不知道哎，但后面有序号，有序号。还没有刮开，不寒而栗大危机，序号也是，对啊，序号还在。觉得那八个表情包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是那个修蛋挤的也很好笑，我觉得那个还蛮实用的，还是我要存下来，然后再一格一格切，然后再就是跟我同学聊天的时候来使用那些。姐姐有开过吗？Mayu， 我没有注意到上面有一个 Mayu 的签名哎，还可以填我，好啊，还有那个安娜姐姐跟早葵姐姐，这个是宣传片，这个里面没有东西，里面就只有这样子宣传片，然后这三张姐姐有开过吗？嗨，卫生，卫生今天也可以来看哦。在放假吗？欢欢弟弟也要握手吗？
只能你来找我了，我就有三张卷，就给那个先报名的姐姐开过了。哦，她开给你们看了是吗？因为我也开过了，所以我其实知道是谁。那我开给你们看好了，只有两张安娜跟早葵的话，我是不是握不到？我只有两张，啊，姐姐几张？没有耶，他把那个，他把生前拿出来了耶。对啊，里面没有东西。他把生前拿出来了。嗯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嗨，真真，可以握早葵就等于握阳。嘿，不是好不好？我已经不会再搞错了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下定决心是这样用的。我绝对不会再搞错了。我买到一张一单的宣传片吗？那就没有那个了。哦，他不小心把宣传片混在里面，然后你买到了是吗？那这样不就握手会怎么办？谢谢季风亮的双鱼宝宝，欢迎涵涵跟我握手。框框握手会的时候究竟能不能入境？哦，对耶，还是现在先来，还是现在就不行了？哦，现在是不是不行啊？哎，可以吧？好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不太了解。握早葵，哦，我讲过，为什么一直念过的留言呢？姐姐买了三张不是吗？对啊，三张，这三张，然后这一张是宣传片。嗨，别怀山，我觉得有点难，快点拿一些我们的那个 CD 来贿赂他们。现在来自主隔离，现在可以啊，我可以住李家吗？李家现在没有多余的床位，真抱歉。现在可以，那为什么之后不行？还是之后会比较严重这样子？我以为是现在不行，然后之后等好，好像不会比较好，好像不会好一点耶，好像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还是你现在先来，然后先到处玩玩，然后再那个等到2月28这样子。我说你的单曲只有两张。哦，我的单曲只有两张，所以不是啊，啊？有三张耶，虽然都不是我花钱买的啦，不过我二单买了八张，对，怪了一只跳出去，我还以为是九蛋要去看别人呢，下定决心了，这个好可爱哦，下定决心，我又想到那个决心的 You think you can， 这到底是什么决心语？是真的有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应该是杰星自创的吧。前阵子在二手书店买到的，二手书店会卖哦？花多少钱买到的？中国不确定，中国确定不行，港澳不确定。哦，我觉得先来是一个好办法，只是有一点烧钱。你有看到那片报名睡地板，地板很冰耶，我们家的地板是，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材质耶，好吧，就是很冰，比旧家的地板还冰。嗨，幼生米亚比欧喜，米亚比卡米欧喜，那涵涵三张就安娜一，早葵一，原品一，帮我配好卷是吗？我刚刚也是这样想的啦。OK 的，所以离家地板也可以，真的会很冷哦。大理石超冰，我不知道，不是大理石啊，但是可能有点像。没有下跪，还没看到什么钻石，不是一单找不太到，花多少？真假的，一单找不太到哦。
真的假的？可以跟那个啊，买很多的人要一下，一定有。就像是手滑哥之类的，手滑哥你说这碟送你这样，不好说。九蛋，他是不是下跪？我真的没看到是怎样。杰星宇，这时问哦，这时间别人没开，要看谁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所以你做了什么事？CD 不行，那升学贿赂好了，贿赂我吗？台北有卖二手CD，茉莉哦，茉莉是一家店。谢谢卫生的双鱼宝宝，日本那边预估五月更高峰。我觉得日本的防疫意识好像没有台湾那么那么重，对，所以要常常宣导、倡导戴口罩，这样。睡门口更难过，没看到，看阿龟下跪，什么到底做了什么？日本没有被摧残过哦，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过，真的没做什么事哦。快点讲一下，九蛋到底做了什么事？嗨夏末，嗨台影无形，嗨王伯祥。嗨黑哥，嗨不准偷看，一单我还有30张，对，快点，有人想要一单的那个 CD 的话，跟哎可以吗？喜多库玛可以吗？有人想要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喜多库玛，对，他那边有很多。我要去跟早葵说，说什么？哦，说好是好的好，早葵什么时候要来？嗯，不用来问我，去问你就好了。你又是会两部都会来吗？哎，还是 I think think 2月29吗？是吗？现在市面上二单还比一单多，是因为一单比较少张吗？没有下跪，突然帮熊推销一单哦，因为就是有人想要那个 CD 啊。没有，我去28哦，29太早了去不了，所以我不能在外面过夜哦，想收一单。哎，喜乐库玛是可以的吗？那我就帮你跟大家推销一下。只能去 A 部，没关系，我订那两部都穿得很可爱，因为两部都有满布嘛。一单我好像也有库存，大家一单好像都买蛮多的。澳洲口罩路上戴，澳洲路上戴口罩不到1%，真假的？什么？我按了什么东西？确认对象，嗨爸爸，爸爸你今天有一点迟到，好啦也还好，20分钟而已。还双鱼宝宝，对，我是双鱼宝宝。日本很少戴口罩，这有点危险，因为好像是不是很多那个就是中国的为了避难，所以也跑到日本，但是有一些人也有就是中标。这样就会传染到，所以我也称要记得戴口罩，阿贵也要记得戴口罩，大家要记得戴口罩啊！口罩宣导。如果看到谁没有戴口罩，我就戴口罩直播。对，没事。啊，我先去吃饭，跟妈妈吃饭是吗？王子这个时间都会跟妈妈吃饭，真的只有华人防的那么认真。就是我们家现在还有。用那个酒精，就是我们买了一罐酒精，然后分装成很多小瓶，大概20几瓶，然后给外婆他们，然后再就是我们家一人一罐这样，然后出门就一直喷，然后看到奇怪的人也一直喷，没有啦，不是啦，就是出门就吃饭的时候最好是洗手，那我们还是喷一下那个。先买饭，好的，快点回来哟。
怕爆。戴口罩感觉比较什么？中。想看韩寒戴口罩直播，戴口罩直播要看什么？就剩眼睛了。魏尔森那里连病毒都活不下去，哦，也是，是很冷是吗？姐姐来了，嗨，赵葵姐姐，姐姐，赵葵姐姐又来又没擦，什么又没擦？等一下赵葵就来的。我也想收一单。在日本买好贵，那你请那个认识的帮你留一下，大家一定都会乐意帮你留的，不然你用三单跟人家换呢、啊？有啊，我也过夜，哦，跟朋友在吃饭，所以是上台北，然后顺便跟朋友吃饭，就是握手会，然后顺便跟朋友吃饭，是吗？太阳熊。一单位还很多，有要的喊个声，帮我清库存。好，那我得帮你推销出去。有人想要一单的那个 CD 吗？我知道又没差，我有准时过嘛。可是你，好啦，好像也是，没关系啦，我 OK 的。重点才不是眼睛漂亮，而是眼睛里面透露出韩寒灵魂的纯粹。很会讲话，我从没讲，一直以来都很会讲话。可是我觉得我的眼睛蛮空洞的，而且我今天眼睛为什么这么小？我今天眼睛大概只有平常的二分之一耶。为什么我今天眼睛好小？可能是因为我有点想睡觉。不是、啊、我今天眼睛是不是真的只有二分之一啊？我刚刚一直这样觉得。用三单换一单，为什么会带一单出来？对啊，搞不好有人就是二单或三单才入坑，然后就没有一单的，搞不好人家也想要保存这样。可是不会很重吗？对我来说，韩寒怎么样都可爱，真的、啊。所以戴口罩也是可以的嘛？那你们就不知道我现在的情绪。好不好？我是生气、开心，然后就剩眼睛看不出来。哦，戴口罩加五十分哦，我有听过。我就不是就是戴口罩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就是路上很多帅哥美女这样。我也想跟李佳妈咪吃饭。李佳跟为什么要跟李佳妈咪吃饭？一边吃刚煮的药炖排骨，一边看韩寒。其实库玛会煮菜哦，我只会煮泡面。好吧，我好像我不会煮泡面，但是我会煮别的、啊，我会煮玉米浓汤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泡面用泡的就好了，因为我不喜欢吃太烂的面。今天眼睛不是小，只是不大而已。对，还不是一样，所以真的有感觉。今天眼睛很小，还是我今天水肿？鸡枞玉米浓汤不是，是康宝玉米浓汤啊，要煮的。对，煮牛排，煎牛排，冲热水玉米浓汤不是？为什么大家都这样？谢谢早葵姐姐的心心相印，不会不知道你的情绪，因为我们心连心。不是啊，因为你们住在我心中的牢房。对，是和韩寒握手时手举不起来，都是韩寒的锅。什么我的锅？为什么是我的锅？努力把眼睛撑大，按一下水肿。对你比较大吗？没有。嗨，峰峰，好像戴面具也可爱，只剩眼睛，眼睛会笑。这样吗？他们有弧度哎，会笑的眼睛不是这样吗？可是我的眼睛没有弧度哎，大家平平的一条线哎。日本虽然一单很贵，但我看到瑞挺值的哦。哦哦，是啊，哦，库存很多，连三单存货都库存都很多，哎，
所以爸爸已经填完那个卷了吗？又熬夜追风，昨天反而没有那么晚，对，但今天比较早起。声音本体，嗨，国旭，今天特别想睡觉，因为我今天很早起床。我每次都很想睡，没有吧？我最近两次觉得应该没有很想睡吧，最近两次比较没有那么想睡。那我今天不是想睡，我真的是眼睛张不开，我应该是有一点时空洗水肿，对，应该只是水肿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要撑开眼睛是有点困难的一件事，而且我今天脸也比较大，是我开一下瘦脸，瘦脸，我开一下瘦脸，好，这样有比较瘦吗？OK 吗？我已经开最强了，这是最强的瘦脸，可以吃死自己。没有，对不起，我错，水肿，是口吸水肿，最近好几次都在打哈欠。爸爸关咪娜，是爸爸关咪娜。逃不了被靠上海楼时，所以原本是有那个，原本是有技能的吗？昨天有打，我昨天有打哈欠吗？哦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个下巴是怎样？好奇怪哦。OSSO 妖国眼，还有十几张要不要？先不要填瑞婷啦，你都。等一下嘛，那个啊，那叫什么？休蛋鸡嘞？对，休蛋鸡，休蛋鸡嘞，真大，好可爱。可是我要睁大才可以跟早葵姐姐的眼睛一样大，但其实好像没有比早葵姐姐的眼睛还大，好羡慕哦。不是会煮鲜虾卤鱼板面，不是、啊。那是泡的啦，对，那是泡的。牢房，对啊，牢房。用牙签撑开眼睛，开最大。哦，我的眼睛快裂开了。瑞婷早就卖过，哦，对耶，哎，对啊，爸爸，你这知道怎么填瑞婷？Oh my god！ 我放心的是，放心呢、欸。瑞提，我就直接忘记，我就直接忘记瑞提也买了。对啊，这样你就不能舔了耶。好，可以舔杰星啊，爸爸，你可以尝试 我看杰星，然后叫……哎、欸，不对，杰星也买了。天哪，我现在该怎么推销呢？但我不会推销你们去握零零的，对。休蛋鸡嘞。修蛋鸡嘞，可以握泥，欸，是泥泥还是泥泥？应该是泥泥吧，可以握泥泥，我觉得泥泥蛮可爱的。韩寒天生丽质，根本不用开特效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加，但是大家赶快去 FB， 然后写信，接给官方说，我要加开，韩寒要加开，我有很多卷要填给韩寒，我会让他满布掉。然后公司应该就会加开了，没有了，对不起，不是我关的，我昨天填完我需要的就没填，那是谁关的？我本来的脸更好看，我也觉得，看那个变成之内，是熊涵涵，对啊，是熊涵涵，今天是哭嘛，哎，骷髅，哎，不是黑色，咖啡色的，好吧，不重要，我是哭嘛。我一定会被截成之内，我有双下巴吗？没有吧。说不会笑的眼睛在头贴。哎，对啊，我那个眼睛也没有笑，觉得不行。有很多人还没填就没人，对啊，卢卡跟汪汪填起来，然后这个人没卷了，啊，也觉得妮妮可爱。小弟也这样觉得，代表什么？哦，不行不行 ，no， 不行不行，不要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要做这种事好不好？不要做这种事，
姐姐有甜的喊更甜。姐姐有甜是怎样？有喊喊推荐就安心了，会问妮妮哦。OK 啊，但你们不可以被妮妮给调走。好，玲玲要握的话也可以握一下，但不可以被妮妮调走。好可怕哦，他们都比我可爱啊。Oh my god，妮妮叫我韩姐，真假的？妮妮不是妮妮小我一岁，对不对？他跟晨晨，不对，晨晨，不对，晨晨国一，要升国二，国一。啊，妮妮国三，妮妮小我一岁。想到玲玲还没舔，你想做什么？给我收起你的想法。当然是二级全握。好了，不要握的比我多就好了，还可以接受，就是毕竟是试试水温嘛，对不对？相信林果是专情的人吧，应该是吧。不能握玲玲，那嗡嗡呢？阿贵只能握我。为什么我每次跟阿贵讲话的时候，我都要直接变烟酒嗓呢？为什么就不能正常的讲话，然后一定要变烟酒嗓？都不行，我要问妮妮哦。早葵姐姐应该也是相当专情的人吧，相信早葵姐姐不会没有那个，不会忘记我还有泪滴。对，瑞婷也满了吗？当然瑞婷满了，妮妮还能填，好像全部的二期生都还可以填吧。好，你们可以去试试水温，只去229，已经决定了吗？不对，你很早就决定了，只去229。好了，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 OK 啦。那我算了，我两部都穿得很可爱好了，两部都买。对呀、啊，修蛋几嘞？好羡慕，我眼睛没有很大，都是画的啦，应该吧？看我的眼线这么灯这么长，可是我有时候只不会忘记画眼线。我现在没有画睫毛膏，我就加睫毛。我也专情，不是吧？是泪姬吧？泪姬那么可爱，我也是输得五体投地。谢谢阿米的 love， 还可以填诗雅、云爵啊，还有栗子不是全都满了吗？栗子还有没满的吗？二期都还是热卖中哦。妮妮小慧脸，我觉得小慧很帅耶。我需要卫生纸，我的鼻涕快流下来了。卫生纸，掉下去了。我觉得小慧很帅。我的喉咙快坏掉。握手会可以指定跟研究生聊天，我很会伤喉咙，因为我就压低声音就你好你好这样。早葵不是专情零，对啊，他是专情零一啊。你们这群人是眼红来眼红，原来是我害你变烟酒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跟你讲话的时候都会变烟酒嗓，所以阿贵然后就破音。我没握二级是乖孩子，是乖孩子，值得表扬，值得表扬，给你一个赞。我这样会不会有点敷衍？但是我不是敷衍，我是真心觉得开心。连我专情十几个人。林果不是个专情的人，会担心二期的样子真是可爱，不是我超可怕的，他们都那么可爱，而且他们的腿好好看哦，我要减十公斤才可以变成量吧。他们的腿都超好看的，我真的要减个十公斤。他们的腿大概就这样，我有减，该减肥了。
我现在已经剪到一半，然后还是很粗啊。人家腿就这样，然后我腿又这样，减十公斤还是四开头，但是不是啊，减十公斤就变三十几了。没问二期一期都不搬，对啊，赶快全部都那个一期全部都握完，然后再去握二期这样。最近看小麒麟一天的西雅觉得超可爱，这是什么嘿嘿，什么嘿嘿，喝水喝水，嘿，有水 ，Uni Water。水但是不好喝，有没有穿暖？怎么流鼻涕了？好像有一点冷，盖个毯子。其实还蛮冷的，因为我穿短裤。好。我直接忘记我有毯毯可以盖。肺炎通报，不是，我不是肺炎，不要通报，直接被韩寒拒绝。好啦，早葵姐姐也是可以专请我的吧，相信你可以吧。怎么办，我没有很有自信，输得五体投地。姐姐还哦，她还没，她的那个衣布还没买，栗子衣布有，真的假的？好啦，那如果我真的没有加开的话，最后再填姐姐吧。对，拜托啦，先休淡季了嘛，等一下韩寒这样，不能累积跟韩寒，可以啦，可以。如果就是你可以愿意把我放在你的一半的心上的话，我是可以的。谢谢阿米的 love。韩寒一部二部都满了，会有三部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哦。大家要赶快，就是写信跟官方说，我好想要再播韩寒，我只有握到两张而已，快点开，这样搞不好就会开了吧。韩寒你也叫狸猫，什么？所以阿华也叫我狸猫是吗？我算专情吗？企鹅是企鹅吗？还行吧，但是有好了，本来就是好了，本来就是很喜欢小迪，可以啦，及格边缘，哎，七十几，担心不完的之后还有三期，啊，好了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增加我的魅力，这样，我也专情，任平均专情，任平均这次握了几个人啊？对啊，大家都开始问我说算不算专情？专情栗子 Mina， 还是栗子跟 Mina 都在我前面？我事情很多，不要再叫粉丝寄信了。就搞不好姐姐就说哦，讨厌，不要再寄信，然后就直接开了这样子。没有了，专情 Mina 而已，你不是还有很多老婆？不能这样子，爸爸，你这样说谎。我专情吗？你谁？我算专情吗？不行，我拒绝回答。阿贵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，就是那种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呢？你怎么会觉得你很专情？会不会破坏我专情的人？大概十三个人，好，破坏了，有点卡了。去看，哎，那这样看鬼灭不会卡吗？对，雨林也不专情。我也专情吧，和你讲得出这种话，只有 Mina 一个老婆，你不是还有很多那个日本老婆？阿贵直接被打枪，好像说我专情，没有林果，我什么时候说你专情？我是疑问，我希望唤起你来自心底的良心，告诉我你不专情，因为我刚刚是问说林果你专情吗？还是吧？然后我希望，我本来是希望你跟我说
诚实的跟我说，我不赚钱啊，其实我骗了很多人这样。然后就不是哎、欸，就竟然是自己承认赚钱，也是唔通哎，我的良心都给你看了，没有，你没有良心了，骗了这么多人。我跟你比，你不是大弟，草莓酱已经，他已经承认自己是滴滴了，不是吗？扎贵，你跟我比，怎么算专情？阿贵每一段都是认真的，是吗？我的心很专情，专情姐姐是吗？还是也有我？良心是被海涵吃掉，为什么是我？专情不滥情，就是滥情吧？滥情不专情。良心早就被海喵叼走了，不是那个吗？不是拿只米叼走吗？心里专情，眼睛不听话，手也不听话吧？就填了大家的卷，然后又要跟大家握手，其他只是逢场作戏，渣男吧？逢场作戏。我不小心按到了，你懂我，心都凉，所以就是良心。我最爱的是韩寒，我知道啦。米柚也是把我，哎、欸，可是米柚也看了蛮多人的。你不是说你要努力把那个推慢慢减少吗？你知道的太多了，都认真啊，看韩寒，认真韩寒，看瑞，我就不接下去了吧。大家都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太过分了。看小鱼，看很多人，看瑞晴啊，看布丁啊。对啊，我发现爸爸是不是也是萝莉控啊？就是都看了这么多天使组的，我天，韩寒比姐姐例子多，不要跟姐姐说，她会生气吧？韩寒不用担心，我不用担心吗？嗨，卡塔罗 ，Hello， 怎么卡卡？可是我应该还蛮顺的吧？天使组很赞，香。就是那个啊，我为什么一直按到结束的音乐？好，谢谢何恩的 kiss 啾啾，只认一个天使，谢谢。啊，该不会是瑞婷吧？希望是我啦，谢谢。子萱最可爱，把手阿哥说。礼拜六有跟荔枝说这次先问韩寒，是单在找姐，他有说好吗？哎、欸，我一直按到，天哪，是这样子。第一次遇到韩寒跟荔枝是同一部，对啊，因为可能是荔枝太多部了，所以我跟他重叠率很高。这次问荔枝、米娜、诗雅、韩寒、麻油妹妹，荔枝、米娜、诗雅、韩寒、麻油，不是，为什么我在诗雅后面？应该是你握荔枝、米娜、韩寒、诗雅、麻油、面面吧，顺序错了，怎么会啊？我好，我准备好，我手准备好了。我要跟大家聊天，不然大家会跟我抢。嗨，大家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嗨。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天哪，也太快了吧！什么？什么？谢谢五本子红豆汤圆。什么？我刚根本就，我马上就按了哎、欸！谢谢阿明，只讲大家好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？恩姐厉害。对啊。我出来马上就按了耶，为什么啊？数量的话是荔枝、米娜、韩寒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西多库玛，我们曾经的泡芙之缘都烟消云散了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！没想到，我每次都不小心点出来东西。Oh my god！我觉得我再怎么样也不会比你们快，因为我要这样子按，可是你们就想就按到了，对。哦，谢谢他了，我的昂包啦！大家收到昂包要丢出来给韩寒哦，对。
谢谢打杂的的双鱼宝宝，可以送双鱼宝宝哦。跟雨林抢不到，会跟雨林一样乱叫。我好像一直以来都会乱叫。谢谢海豚的双鱼宝宝，谢谢北极星的眼睛夜张照，谢谢变成星星你们的双鱼宝宝。对，我双鱼啊，我双鱼耶，我刚瞳孔震动有看到吗？谢谢沉鱼落叶的双鱼宝宝，谢谢海豚的双鱼宝宝，谢谢达达的好多双鱼宝宝，谢谢，谢谢阿华的双鱼宝宝，谢谢 Jack 的双鱼宝宝，谢谢大家的双鱼宝宝，谢谢海岸的双鱼宝宝，谢谢仓鼠的肌肉艾文双鱼宝宝，谢谢阿米的双鱼宝宝，谢谢阿贵的双鱼宝宝，谢谢憨憨的双鱼，哎，憨憨在哦，谢谢憨憨的双鱼宝宝，谢谢俊的双鱼，有点累，可以休息休息一下，大家休息一下。双鱼宝宝之外，谢谢林果的双鱼宝宝，达达又中奖。对啊，现在是水瓶座，还没到双鱼宝宝吧？谢谢 Kate 的 kiss， 橘 Kate 怎么不配合？是要打破双鱼之乱吗？谢谢西欧库玛的双鱼宝宝，谢谢爱华的双鱼宝宝，谢谢艾米的双鱼宝宝，谢谢切尔东的双鱼宝宝，谢谢小叶双鱼宝宝，谢谢草莓酱的双鱼宝宝。等一下，稍微停一下好吗？休单集嘞，休单集嘞，我有点累。谢谢九蛋的我来签的，谢谢阿 Q 的帅宝宝，谢谢艾文的帅宝宝，谢谢 Kate 的 Kiss 啾啾，谢谢小白兔的帅宝宝，谢谢欢迎真实的帅宝宝，谢谢小雨的帅宝宝，谢谢欢迎真实的帅帅宝宝，谢谢七世界的帅宝宝，谢谢 Kate 的 Kiss 啾啾，谢谢小白兔的帅宝宝。好了好了好了 ，OK， 帅宝宝之外到此结束。谢谢黄泉帅宝宝，谢谢单细胞帅宝宝，谢谢阿米的看好你哦。好 ，OK， 结束了。谢谢阿华的帅宝宝，谢谢杨雪的帅宝宝，帅宝宝，帅宝宝，谢谢阿华的帅宝宝。好了好了，谢谢阿米的掌声鼓励。好了 ，OK OK。Hi Lingo，Hi Lingo。哦，不是，谢谢切是切的帅宝宝。谢谢阿葵的双鱼宝宝，好累哦，唉，太累了，这样就不想睡觉。对，我就是双鱼宝宝，要像昨天一样，昨天有什么吗？阿潘看到这个都选择唱歌不念，是这样子。谢谢阿花的双鱼宝宝，谢谢艾斯的，为什么艾斯突然跑过来插花？谢谢艾斯的双鱼宝宝，怎么低调？嗨涵涵，嗨涵涵，现在在送双鱼宝宝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令不是令狗？为什么那个涵涵都这么无声无息的进来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进来多久了？拒绝观众受理的主播，不是我真的有一点，这样我没办法讲话，我这样好喘哦。谢谢小易的双鱼宝宝，谢谢七十七的双鱼宝宝，我们该停止双鱼宝宝之乱了。涵涵控汉汉出现了，汉汉不是 Mina 控吗？谢谢达达的双鱼宝宝，汉汉也是隐藏的涵涵控吗？阿明丢啊，有抽到阿明的红包吗？因为我今天都没抢到红包，抓到不要 kiss 就谢谢人品君的双鱼宝宝。双鱼很好，可是我好累哦。谢谢 Kate 的 kiss 啾啾，谢谢谢谢欢迎战士的中秋提哎，是什么提灯？元宵提灯哦。哎，什么时候元宵啊？几号？还很喜欢双鱼宝宝，我没有很喜欢双鱼宝宝，我就算很喜欢双鱼宝宝，也被你们送到怕了，好不好？我刚刚已经有点太喘了。双鱼很好。双鱼是个不错的星座吧，天费活量，涵一直都在，真假的？人家明明就说阿涵，啊不是阿涵，阿明为什么叫自己阿涵？阿明那个发红包的时候才进来，但我语无伦次，都是你们害的，讨厌！让三不要啦，不要再这个，不要再一次阿涵，谢谢阿米的元宵提灯。继续，不要继续，拜托。My guess 哦，礼拜六，元宵，
大家这么叫就跟上咯。为什么憨憨也变成叫阿炳？大家我也蛮喜欢阿炳，阿炳，阿炳，阿阿阿炳，还是阿炳？是阿炳还是阿炳 ？Oh my god！ 阿涵怎么了？阿涵，这为什么叫自己阿涵？天哪！哦，阿涵吃水果。我喜欢吃 apple， 是 lingo， lingo 是日文。等一下，我搞混了。我喜欢吃 pongo， 还有。还有我念，芒果，还有奇异果啦，还有什么害乌安甩呀？甩呀是什么？好熟悉哦。嗨，管胡大大怎么来了？酸呀，酸呀是什么？酸呀是奇异果。然后我还喜欢吃橘子、芒果、哇嘎伊，还突如其来的告白。酸呀就是芒果。来看天使，害羞。酸呀，谁呀？酸呀还是谁呀？酸呀。酸呀是芒果，还有什么？我喜欢吃什么？忘记我喜欢吃什么了。我喜欢吃苹果啊，然后我还喜欢吃什么？我有一个很喜欢吃的水果，我忘记我喜欢吃什么了。妈咪常常会买的，流鼻涕了啦。啊，对，草莓，草莓还是气泡？不要忘记摘草莓好吗？我忘记，我真的忘记。我盖伊涵涵突如其来的告白，看看有没有被吓到呢？气泡那个，对啊，还有什么？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喜欢的，还是就是草莓。天哪，草莓好像乱说话，气泡。对啊，我记得好像有草莓这个说法，不是，我看一下，记得是白痴公主教的。我找找看，因为我记得都有不一样的讲法，就是有很多啊。小资少女不专业。小资少女不专业是小资少女，看来我们家姐姐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，她一进来就撞倒东西了。台语组天使组台语大赛瑞婷完胜，这有点困难呢。不知道韩寒喜欢我，自己说都忘记了。韩寒其实不喜欢什么？没事啦，只是他的包包，他就背包包，然后他转个身，然后就把东西全部，他把他那个床头旁边的东西全部都扫下去了。什么庞然大物？栗子回来了，爸爸刚去哪？我寻找一下。算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集了。栗子是怎样？什么？可以再一次吗？什么再一次？你说那个吗？我想那个攻击半径大概有1公尺，好了，没有那么夸张，就是他转弯，刚是配合栗子回来的声音。草莓是不是念草莓？不是，他说是气泡，但是我记得我看白痴公主，他说
我忘记是北部还是南部是念臭梅，还有气泡。我知道气泡啊，但是臭梅好像也有，还是超梅。一公尺太可怕，一公里，一公尺差不多。去吃饭，正在吃粥，吃粥中，粥吗？是清粥还是咸蛋皮蛋瘦肉粥？那个念法好像客家人哦。我妈咪是客家人，婆婆是客家人，外婆啦，外婆外公客家人。然后我只会讲泥丑，我听过那个年份哦，念法臭梅。好久没吃皮蛋瘦肉粥，我好像没吃过皮蛋瘦肉粥，我都只吃过清粥，地方腔调不太一样。你们知道泥臭是什么吗？还是泥臭？有人是客家人嘛？因为家人在医院不能吃，他中邪哦。加油，早日康复，客家人加哀，泥臭。臭臭你什么？你就臭！你们我吃哦，我肚子饿，肚子叫了。我之前有说过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你臭，还是你臭？还是你臭啦？你臭！在学校不常听台语，为什么？健康拿到米娜的身体都健康起来。好吧，你拿到我的升学都不会进，不对，你不会拿到我的升学。那你看到我的直播不会健康起来吗？哦，客家人加一，好像在骂人。你才臭臭哈哈，不是，我要公布答案喽。肚子饿就找糖果饼干吃，会变胖。你臭就是呢，你坐。通常会配合手势，你臭啦，你臭。啊，那是我外婆，因为我们常常回去外婆那里的时候，然后外婆就会跟妈咪说你臭，你臭，然后我就说不要，我不要做。对，对，没事。好，我还好，我什么？对你做就是做，你臭。哦，我肚子叫，应该是我今天应该是念你臭，有画面，好吧，我听不懂，就是你坐啊，坐下的坐是你臭。哎 ，Adi 是客家人吗？是这样的吗？不然怎么听不懂？我看我说的算是什么？如果这次单曲有你的声线还开到的话，就双神推。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不行，你这样我要偷偷潜入那个唱片行，然后把唱片行都加入，潜入台南的唱片行，然后把唱片行都换入我的身体这样。母公换乃汤姆斯是什么？汤马是小火车吗？是吗？我是啊，可是那要怎么讲？以后就会听到了什么？哈哈，讲什么都开单曲开出情人节升血，对啊，情人节升血快公布了，大家要记得指定哦，已经拿我的 CD 了。那我要偷偷潜入你家，我要当神探，因为你说品涵的那一家店在你们店的附近，那我就要去搜索那一家店的方圆十里有没有麦当劳，然后再偷偷潜入假装客人，然后我再问说可不可以内场跟外场调换。你说一下我听不懂的客家话，就是你臭啊，握手会说给你听。爆雷什么爆雷？不是换月了吗？哦，月别原来是情人节系列哦。不是啦，敲完气泡快点出货。对，大家赶快拿气泡哦，转移话题。你不一定会遇到我啊，万一我休假呢？就每天都去，
对啊，是换月了吼。吼吼，什么啦？不知道啦。要先拿圣诞节的，什么圣诞节的？什么圣诞节啦？不要一直怕好不好 ？Hello， 我们换一点别的话题好吗？圣诞节的，圣诞节的还没拿到吗？圣诞节不是上个月的吗？还是待我不知道啦。好慢的出货速度，姐姐太忙了，我哪有很呆？圣诞节还没到，哦什么？圣诞节还没到，刚才聊天怎么有种跟同学聊天的感觉？圣诞节不是后天？为什么圣诞节是后天？圣诞节不是已经过完了吗？呆萌还多请一些姐姐，呆死你！最近有穿什么服装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日常吗？我也就穿的那几件啊。圣诞节升鞋应该是还没出货是吗？不会儿童节才收到圣诞节升鞋？天然呆没有啦，我没有呆，我很聪明吧？每天都是圣诞节，每天过圣诞节也很好啦。韩国不是每天都圣诞节哦，不是。好啦好啦，随便啦，大家赶快来买那个三月的那个圣诞 T 哦，这样子。圣诞 T， 买圣诞 T 哦，买韩韩的圣诞 T 哦，买韩韩的圣诞。泰隆有买吗？不要，我不要再讨论回这个话题了。我这好像差不多这样子，我高中了呢，买了，我没有恼羞好不好？还有谁没买？买 T 恤最少要买两件哦，一件穿的，一件要收藏起来。快点，快点！嗨，西西，西西，你没有经历到一场风波，好，买两件。如果没有卖完的话，大家要买两件哎，多买一点，我就要签很多签名，快点，这超值的好不好？五有加两点的吗？有这个日文吗？退掉，为什么退掉？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人在外面，没事啊。刚刚有叫我没有啦，跟你打声招呼。一件三张券，可是你们不买会很难过。对，我也很难过。买两件，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了。哦，因为还要寄到日本是吗？要考虑，不要考虑啦。卡泰，我帮你买好啊，大葵姐姐。还没买，很快买起来。哎，西多库玛为什么不买？你可以买一件收藏起来。但我高中了，人家高中了，就是一点都不高中啊。想知道天然呆和腹黑只有一线之隔。好买，大家真的买两件吗？谢谢。为什么要变三件？什么三件？高中生好穷，对不起。我觉得建议可以先从握手会开始，先握一张。然后慢慢的，三单握一张，四单就会变三张，然后五单就会变十张，这样慢慢的增加。那我骑回去好了，谢谢小雨的，这是什么？很多手指，舞台公演，谢谢小雨的舞台公演。还在想买几件，真的吗？你要，我觉得一件穿一件拿起来收藏。我看起来是个中二国中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成熟？啊，我预约了一件，预购了一件。我骑车回去好了，出来找圣诞 T 的。哦，西西也有买圣诞 T， 那西西这次生日会来吧？
打工仔好穷，没有吧，爸爸？我都只填了，真的只填两张吗？那真的吗？不是吧？你之前明明就说不止两张。慢慢的会有工作的动力，好像一单的十几张原木，对，慢慢就会有动力了。一单握两张，二单就变二十张，直接十倍增长。我都白色会发黄，不会啦，就把它放在真空包装里面这样。高一跟国中生长得差不多，没有，我是高一。谢谢日本玩的贵族玫瑰，因为你的不满啦，不是你就先把卷留起来呀、啊。如果真的你想握的人出现数字了，然后我还没有开的话，你再点嘛。就修单机了呀，就修单机了嘛，搞不好会有一点希望。你跟杰星的设计真的很好看，要穿出门真的小羞耻。那我下次该怎么设计才可以，真的可以日常的穿出门啊？看不出来是高一太年轻，好吧，第二个太年轻好像比较心情比较舒缓，还是施压持续中。看在还那么可爱兄弟，你快快少到一个，快点订。其实我自己都想留三件了，我也想送给我的朋友这样，因为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。就是我蛮喜欢的啦，就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我们不要出门表框就好。我去签唱会会跟你姐姐讲，我会请她保密。哦，对，还有一场签唱会。请他保密，我会逼问他说：“爸爸跟你说什么？快跟我说。”这样，反正不是初中，不是高中了。蛮好看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翅膀画真人版的天使，然后横跨整个身体是什么意思？要怎么画？其实我今天就有一点不知道，不是今天，我在设计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不知道方向，就是因为我很想要，我不想要手绘，我想要用电绘，可是我又不会用电绘，而且我还买了那个3000块的电绘板，好，就不说这个，然后我就用手机下载绘图的程式，然后我就用手机画。我画超久的，因为我真的不太会那个用电绘。很可爱吗？真的吗？你喜欢？多买几件嘛，我也卖不出去。全新的设计很适合穿出门，最大问题是那个荧幕，搞不好会路人说、哦：“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的 T 恤是哪里买的？它好酷哦。”这样。反正自己要留3件，这样我们家不就有5件？我、哦、说阿贵买2件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是我们家？把自己的脸印在圣诞节，好像有点羞耻。可是我好像有看到那个本家的圣诞贴，好像有人是放置拍照。可是这样你们穿出去不会觉得很那个吗？害羞吗？他们就说那个是谁？就说哦，那是我老婆这样。为了圣诞贴买电绘板，没有，不是，是之前为了哦，就是去年啊，就是去年，哎，那这样绘图板也在我家摆一年了。就是去年我跟杰星要设计帆布袋的那个图片，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要怎么设计，然后杰星就先设计好，然后我想要改，然后我就不会，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我家没有电绘板，然后我就跟妈咪去买一个电绘板，然后结果不会用，连怎么接上电脑开始使用都不会，然后就弄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才接上，然后我不会画，就是我超不习惯，因为它跟一般画画不一样，然后就是。我画了一条之后，我没有办法接上第二条，我就会画老半天，我大概画5次，我才可以接上原本的那一条。
很难呢。大叔之爱是什么？乱花钱超开心。日本前妻也是把日本前妻是谁？的前妻是谁？不是现任的，是那个 Yuna 前辈啊。前妻是谁？不要像之前本家有一次圣诞厅，脸大到夸张都可以穿出门，什么意思？可是我觉得我没有一张好看的自拍耶，但我没有办法印在上面。一直如妈咪买的电绘版，看来是被你说中了。脸印上去很难控制颜色，可以哦，对耶。路人只会说不好意思，你英文上的衣服上的英文是错的。印自己推的，真的、哦、是谁的？孔咪的是哦，好像是耶，我好像就是看他的，还有谁？好像蛮多人都是放自己的脸，可是因为他们长得很好看呐、啊。我穿 Mina 圣诞 T 也不觉得羞耻。Mina 的圣诞 T 不是脸吧？是那个卡通的 Mina 吧？整件 T 只有脸的，整件 T 只有脸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也好看吗？没有，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前辈们比较好看。什么可以啊，很呛。那个英文真的令人犹豫吗？可以买啦，那就是杰星语啊，本来就要多练习。嗯，三月圣诞袋子我不知道放哪去了，不行啊，你要收好耶。日本前妻是福福，现在没老婆，现在没有日本老婆是吗？为什么啊？直接放公司照，有点害羞。买更贵的绘图板都借得到钱哦，不是有那种平板的绘图板吗？我看之前公司的姐姐有用过，她用 Apple 的，然后她说超贵，可是就是可以直接画，很方便。对，要开启单推之路，哈，真的假的？不，爸爸，不 ，no， 不行，不能把我遗弃，这样我会很难过。不行啦，先不要单推啦，先慢慢啦，慢慢，先不要单推，建议不要这样子做。是途中，但是买韩式，但是还不错看吧，应该还不错吧，就白色的还蛮好搭的啊，就是衣服全部就都是一张脸，袖子正面都是，真假的，衣服全部都是一张脸，所以脸放很大是吗？脸是放很大是吗？Mina 圣诞厅的时候设计到差点搞死我，可是我觉得很可爱。欸，是我是水手服的那一件吗？我只知道水手服的那一件欸，是超大超恐怖，那怎么穿出门啊？不会吓到吗？路人吓到，介意弟弟还也不能把我遗弃。没有，我怎么会把你遗弃？我不会好不好？是我要担心你们把我遗弃，因为可爱的人太多了，好害怕哦！不是只推韩寒吗？会变成只推 Mina， 这个哀嚎，穿不出门吗？很像小孩的衣服吗？我还特意设计的比较没有那么花巧。我会拿来搭裙子跟牛仔裤的。我觉得搭黑色裙子还应该不错吧，牛仔裙也不错啊。啊，那件真的有点穿不出吗 ？Really？那下次黑色的好不好？我下次考虑用黑色的。对，还是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？我说过人家对我好，我就这样，我对你不好吗？真的假的？看来我要检讨。好，我今后
会更认真努力对待爸爸的，发誓。哦，等一下手抽筋，我的小指抽筋。只是我衣服风格不是那类的，哦，偶尔会穿。怎么办？我的小指这个这里抽筋了。日文看来进步有限，皮裤还不小心滑掉了吗？还有其他粉丝不止我好吗？好吧，我看看，秀秀，呼呼，没有手指抽筋过吗？可是就是刚骨头有一种抽筋的感觉啊，衣服就真的很像班服，像一群罐罐出门游玩，就像班游，像班服吗？那要怎么样才不像班服啊？手指抽筋，手指有筋吗？可是我不知道哎，这个骨头，好了好了，应该好了。嗨，萱萱，我的还没到，你设计我就买，真的吗？这个粉丝滤镜，好了，我再下次考虑用黑色。现在改设计来得及，不是、啊、我说下次的，明年的，啊也穿圣诞 T， 我也穿，这样就像情侣装是吗？谢谢萱萱的我来签到，下次做个韩推专用的战袍，真假的？我都没有战袍，谢谢萱萱的我来签到，是不是不记得韩名的名字？困宝啦，没关系啦，他有很多名字。对啦。还行啦，现在还没有吧，困宝就都可以啦。韩喵是困宝的昵称，他真正的名字叫困宝，但是叫韩喵也可以。就是韩喵就是像你们叫我韩韩这样，就是我也有一个绰号，然后困宝也有一个绰号。隔壁咳嗽有点大声，好，我叫他小声音，小声一点。好，困宝是开赛车的吗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这样？困宝，哎、欸、嗨 ，AB 回来，困宝就是韩喵的实际的名字，然后韩喵是绰号，这样就像你们叫我韩韩一样，不是 QQ。他现在还是不知道韩，就是我以前的名字是叫思涵，那我改名了，对，我改名叫彩姐，所以姐姐，其实我本来没有绰号，因为我绰号就是韩韩，然后那时候换名字，我就不知道要叫什么绰号，可是姐姐还叫我韩韩，所以你们听到，大家听到姐姐叫我韩韩，然后就也叫我韩韩这样，大家都会觉得对思涵，对。就是也蛮菜奇亚的，有韩都是绰号，对对对，有韩都是绰号，聪明耶，嘻嘻。我在想过为什么改名呢？因为那时候弟弟出生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改了。你可以叫姐姐，这边叫我姐姐是吗？对的，韩韩都会觉得是平韩，是很可爱，所以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诗涵，还有不是姐姐，彩姐嘛。高露，哎、欸，我以前的粉丝名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叫我姐姐，叫我姐姐。大家好，初次见面可以叫我姐姐，叫我姐姐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嗨，天空蓝，是还很气质吗？思源前妻，我知道，我还有看到那个环岛，还有爸爸举那个思源呀。Yeah.不然叫彩彩，彩彩也很奇怪啊。彩彩跟姐姐都很奇怪，这都不是能当昵称的啊。像看栗子嘛，她又叫那个佳丽，她可以叫丽丽啊，丽丽就不会很奇怪。那我叫姐姐就很奇怪，想当姐姐。彩彩为什么是彩彩？彩姐就很天然的感觉。
姐姐。没有举西雅的扇子，你那是专有啊，你举一个海报，然后你写诗源呀、yeah。然后我记得那个队长那时候还问你说，为什么我在他的名字后面一直叫佳佳，佳佳很奇怪啊，为什么突然讲到彩彩，为什么哦，佳佳唱片好，嗯，嗨萱萱，一生不就是天使吗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适合的？可是同学不会叫我天使吧？就天使，然后就哈，这样会不会有点不太优？彩彩可爱啊，哈贵，你不要，还敢偷打哈欠？没有，没有想睡觉。像高雄那个吗？哦，对啊，我看了，我之前就看了，我之前就有说打哈欠那么卡，等一下，打哈欠是很不好看的。我下次会出镜的，真不好意思。应该会说不是在，说不是在叫韩寒。我应该会说哦，哎，不是在叫韩寒是什么？是品韩的韩寒吗？天使子服幼子，好哇、哦，好哇、哦。彩彩美食，因为被拉手的时候，我就真假的，真的、哦。那我下次要用力拉爸爸的手手，握手会的时候握抱。被同学叫天使也超尴尬吗？他叫天使，然后就要还要自带滤镜，然后这样转过去，叫我吗？我怎么变这样子？我不是这个，我不是这个人设的、啊，我不是这种花痴人设的、啊。OK， 还打哈欠可爱，我下次一定会出镜。好处是很好打字，可是我的憨憨是片假名的憨憨，还是平假名也可以？不知道，因为外来语不是要用片假名翻，所以我就用片假名翻了我的名字。天使瑞，哎，恒，怎么连你也这样？这个好，我怎么好眼熟？天使子服笑得可爱的，这有吗？好，没有，都是我的脸颊肉。憨憨，我没打错，我没打错。乐基是谁？乐基？哦哦哦，林杰，阿杰嘛，小乙。Hello， 还见面？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。害羞的时候就笑得很可爱吗？是吗？那我要常常害羞。哎，勇哥，我要念榜了，我肚子饿了。对啊，我打憨憨呢。嗨，小乙，刚才想说垃圾，不是，我没有想讲垃圾的这个想法。哎，谢谢西西的聚光灯下打 call。推试验之前是推品韩，真假的？下期是切的真情告白，真假的？被拉手手之后就喜欢上思源，那我戳肚肚就会喜欢我了。刚刚打，但是哈手，哈手，哈是吗？嘿，好坏哟、哦，就长得很像啊！讨厌，我会被出镜，不要这样。又要等十分钟，什么十分钟？很难分，对，很难分，尤其是在这个字体的又很难分。不要这样子好吗？ダメですよ。哎，赶快念榜去吃东西，垃圾不是垃圾。谢谢西西的双语宝宝，西西也是双语宝宝。刚刚西西没有经历到双语大乱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要双语大乱，拜托。喂。我会喘不过气，就像我换杨杰都一样难发哦。你们这样我要放大绝咯。刚去找我圣诞贴钱，我知道啊，你刚刚有说我要放大绝咯。大绝，谢谢大家的双语宝宝，
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个哦，这个就是放大决部分，谢谢大家的双鱼宝宝。双鱼宝宝很可爱，双鱼到中奖，谁双鱼到中奖？谢谢大家的涵涵，谢谢大家的涵涵是什么？序号五十说太廉价了吧，这个大绝打不到我，最后突然变聪明，谢谢双鱼宝宝。这个大绝就是谢谢大家的双鱼宝宝啊，开蒙之呼吸，蒙之呼吸吗？不要，双鱼宝宝。哦，谢谢大家的涵涵。有人用五十收序号，可爱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双鱼宝宝，大家都退缩了哎、欸，谢谢双鱼宝宝，嘻嘻，对啊，谢谢双鱼宝宝，谢谢阿米的双鱼宝宝，退心好累哦 ，Oh my god， 我要去出镜了，谢谢何恩，谢谢北极星，蒙之涵涵乐。谢谢游戏 Hero 的四色幸运草，嘻嘻送起来，谢谢大家的嘻嘻，谢谢。我念榜咯，双鱼之乱请停止，双鱼宝宝之乱，谢谢大家的双鱼宝宝，谢谢林果的星，哎，星座打 call 哦，然后谢谢依然可爱，我忘记出镜了，憨憨竟然还在，害我呛到，为什么呛到？谢谢大家的嘻嘻，谢谢大家的双鱼宝宝。早点去吃饭，我要去吃饭，大家赶快吃饭哦！大家赶快吃饭哦！我列榜了，今天的第一名是小雨，谢谢小雨，谢谢。今天的第二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，谢谢。第三名是打杂的，谢谢打杂的，谢谢。第四名是嘻嘻嘻嘻嘻，谢谢。第五名是何恩，谢谢何恩，谢谢。第六名是阿米，谢谢阿米，谢谢。第七名是阿希拉，谢谢阿希拉，阿明，谢谢阿明。第八名是早葵姐姐，谢谢早葵姐姐，谢谢。第九名是七二四七二，谢谢七二四七二，谢谢。第十名是汉汉，谢谢汉汉，谢谢，谢谢涵涵。第十一名是变成谢谢你们，谢谢变成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第十二名是米优，谢谢米优。谢谢。第十三名是 Abby Fly， 谢谢 Abby Fly， 谢谢。第十四名是萱萱，谢谢萱萱，高三的萱萱，谢谢。第十五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多谢，多谢大家。为什么涵涵叫涵涵？哦，又来一次，因为涵涵是我的小名，是我的旧名。只好等异地重逢，这次没记错，对，我不会再记错了，天哪，天哪，不如趁现在去看布丁，不行，浪根本就是打杂开的，随便都中奖，正在吃永格又中奖，打杂的，打杂的打杂的是勇哥，是吗？又来一次，不要再，对啊，不要，不要再一次了。一开始不是说你要高一，现在是高三啊，我讲错了。谢谢阿米的双鱼宝宝，下次可以说因为我喜欢涵涵，怎么搞笑？真假的？我竟然第一次知道哎、欸。尴尬的是，关播了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
叫打杂的。天哪，不是，我已经连好几天尴尬关播了，尴尬的是。下礼拜见，国民大赛，拜拜，晚安。什么一家尴尬，一家的尴尬，对，一家的尴尬都跑过来我这了，拜。我也不是故意每次都要尴尬，但是就很尴尬，拜拜。拜拜，下礼拜见。